全部马不准备，妥当九场三班千四，大热十一，准备随时起步啦！一档粉红袖嘅美丽系嘅彩衣，大热门。好，你一开闸嘅时候，蒙古传奇稍慢，尾要运妙星啊！前面快马线路勇居自在人生啊，出边就再响其成内栏第四位啊！粉红袖一只就美丽动力嚟噶，咁再见到中档第五啦，绿色衫系盲买之星啊！再有多少独角宝宝啦，黑衫尾四咧就大师级啊！咁啊内栏尾三咧就蒙古传奇啊！咁啊后边嗰两匹马运妙星同埋只友谊之星啊！好啦，接近呢个香港体育院湾啊，前面带头系线路勇居啊，咁啊跟住第二位咧就再响其成啦，第三位内栏位置就系呢只美丽动力啦，出边第四位绿色衫盲买之星，中档第五自在人生，出边第六黑衫大师级啊！后面嗰四匹马，咁啊有蒙古传奇、独角宝宝啊，咁啊暂时垫下一队，绿色衫有呢只陨妙星，粉红衫系友谊之星啊！好啦，转弯入直路啦，线路勇驹占先啲，再向其成第二位盲买之星咬咗上嚟第三啊，第四位粉红就美丽动力啊，再后面嘅马仲有呢只自在人生啦，咁啊马林入边揾位追咧，仲有蒙古传奇啦，咁啊大外档嗰边上少少咧就友谊之星啊，兜到嚟最后200米到啦，透出仲系线路勇驹，再向其成第二位美丽。动力他着咗追紧上嚟，再后边仲有万买之星，内栏嗰边就揾妙星上咗少少，最后100米外边美丽动力冚咗上嚟，一路压住咗内栏嘅线路勇驹，跑第三名就再响其成，第四名都系响入边悭嘅揾妙星啊！咁啊，结果呢只美丽动力赢起上嚟嘅姿态咧，都有少少即系冇想象中咁轻松啦。咁但系赢嘅距离咧，都叫做稳阵嘅，跑第二名线路勇驹，第三名咧。就再響其成，第四名入面慳咗啦，揾妙星啊！十一号美丽动力田泰安啊，2.3倍胜出啦，跑第二名十号嘅线路勇驹史卓峰，咁啊佢一 Q 位置 Q 过关得手咯，第三名咧就系爆嘅再響其成啊，杨明伦，第四名七号揾妙星杜美仪，好彩都大热胜出啊！田泰安赢翻场头马，大魔犀利今日四 win 啦！4-1啊！今日暂时。好，跟住我哋睇下预计派彩啦。跑第一名嘅就系十一号嘅美丽动力啦，独人派23.5，位置派12.5嘅。跑第二名啊就系十号嘅线路勇驹嘅，位置派18.5。跑第三名咧系八号嘅再响其成嘅，位置派16.5。连赢位10搭11，派72.5。三重彩十一号、十号、八号顺序派428元，单 T 派91元，位置 Q 10搭11派32.5。8搭11派26.5，8搭10派50元。跑第四名咧就系7号嘅陨妙星嘅。3-1预计派彩啦，胜出系 A 一格嘢热门啦，派15.5。见到田太安松一口气啊，咁样，好彩赢到。
美麗係咁啊，都贏翻只美麗動力啦，今日啊。嗯。上次又都好論盡呢啲攞位啊。美麗係陣間仲有一匹啦，美長美麗躍動。嗯，嗰只初出都試集試得幾好噶啦，之前都話。上次就不能於行就退出過嘅。犀利啊！今日大摩四 win， 四连环预计派彩啦，七号、八号、十号、十一号啊，派266蚊。四重彩预计派彩，十一号、十号、八号、七号顺序咧就派2821蚊。好，翻嚟复榜啦，见到田大安。結果十搭十一呢一條咧就巨額過關 Q 同位置 Q 咧，亦都搞掂。步速好慢啊，咁所以頭三名嘅馬起步係嗰三隻咧，翻到嚟都係嗰三隻。即刻睇翻啦，巡邏影片。起步咁啊，最論盡就嗰只蒙古傳奇咧，嘉欣隔離咧嗰只好大份嗰只揾妙星咧就撞一撞佢，咁所以佢慢咗啦。前邊嘅線路勇區出咗嚟放嘅，其實千四佢好多時都唔夠快啦。咁但係執咗兩步都冇乜馬走啦，咁佢自己都放得到啦。出邊啊再響其成啦，咁啊貼欄第三就係美麗動力啦。中間就自在人生都慢啊，所以都有啲鬥啦。出邊就走三搭嘅就係孟買之星。馬林嘅中間獨角寶寶，出面黑色衫咧就係大師級，內欄尾衫啦就係蒙古傳奇，包尾一對友誼之星同埋揾妙星嘅。步速都較慢啦，尤其是第二段啦，都慢咗一秒有多嘅。咁啊，所以你見到自由人生啦，頭先都拉到佢頭惡咗幾下，而家流放做得唔順咧，就真係跑得麻麻地嘅。咁啊，前面轉彎呢段咧就叫做快翻少少啦。咁啊，因為大家都意識到慢啦，所以前面啲再加快啦，呢度開始啊。咁啊，線路勇區就走先，原欄。咁啊，隔離莫奈一都唔執輸嘅，冇空三碟，咪都一輪走上去，但係翻到嚟就唔係好多。咁啊，田太安咧就從個內欄就移咗出嚟啦。咁啊，騎內都相當好反應，因為夠 fit 啊嘛。因為步速慢咧，就後邊嗰堆都唔係話認真追嘅，有時掟出外檔嗰扎都麻麻地嘅。咁啊，反而原欄咧就一直追翻近就揾妙星。好啦，而家都等緊個派彩啊，作實嘅派彩。好啦，第九場啦，已經覆榜完畢啦，派彩作實嘅啦。位置 Q 啊，十搭十一咧就派32.5嘅，八搭十一咧派26.5，八搭十就派50蚊。組合獨贏三揀一啦，都係開 A 一啊，隔夜熱門嘅派15.5。四連環啊，七號、八號、十號、十一號啊，派266蚊。跟住係四重彩，十一號、十號、八號、七號順序派2821蚊。貓寶派彩頭關三號美軍十一號咧就派96蚊，頭關三號美軍十號啊安慰獎派48蚊嘅。好啦，騎師王咧已經有最後賽果啦。咁啊，騎師編號二號嘅莫雷拉啊，今日第九場啦就以42分啊封咗王嘅啦。分段時間啦，頭段13:04，第二段22:84，第三段22:73，末段22:37，總時間1分21:34嘅。